哎，咱们还是从开始做操开始哈。对，来，准备备齐，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二二三四六七，三二三四六七，啊，四二三四六七，一二三四。六七啊，二二三四五六七啊，三二三四五六七啊，四二三四五六七啊，一二三四六七，二二三四七啊，三二三四六七。四二三四六七，一二三四六七，二二三四六七，三二三四六七，四二三四六七，一二三四六七，二二三四六七，三二三四。六七四二三四六七一二三四六七二二三四六七啊三二三四六七啊四二三四六七一二三四六七二。二三四六七，三二三四六七，四二三四六七，一二三四六七，二二三四六七，三二三四六七，二三四六七。一二三四六七，二二三四六七，三二三四六七，四二三四六七，一二三四六七，二三四七，三二三五六七。四二三四六七，我把音乐声音调大一点哈。给下面跑跑步啊，原地跑，基本上30秒钟一个动作。你转着圈跑，想跳，
可以深蹲跳十次，好，放松一下，休息一下，喝点水。十个呼吸，伸直，尽可能手往前够，身体贴下去。好，把脚尖勾起来。
好，时间到，换一个方向，换一条腿。You know, ain't no man, woman, child, nor animal.Walk a lifetime on God, green earth, and not expect to be tested. Just observe and acknowledge when the occasion is risen to by champions,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Let it speak for itself and handle me accordingly. When you see the nickel, it ain't no secret. You know what's happening. No fake, no flaw, man. Straight like that. It's the chain, bitch. Tell them why, man.No mistake of it, nigga, real as it get. Ain't one for day one, it's just no substitute. Make some noise. Set a soundtrack. Your Everywhere Studio, packed with features for both music makers and podcasters. Make a hit. 往后面拉。Or a podcast about you making it. 把手往后顶。Device anywhere. 对，手从最后面往下拉。Tap the banner to sign up for free. 别再来一次。
Sometimes you don't quite know what you want. Hip hop or K-pop? Modern country or classic? 好。下面做成腰。给手撑地，把人推高，好，膝盖跪起来，手发地，尽可能让鼻尖胸口碰到地。对，好，休息一下。今天我们基本复习第一次课做的腰腹啊，但整体要稍微连得快一点。然后呢，就是每次之前加一组俯卧撑。先从第一组俯卧撑开始啊，俯卧撑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做，但是尽可能就是快速的，中间不停的，然后一直做到力竭，做到你做不动为止，没有次数要求，尽可能你要做到自己做不动为止，然后把频率尽可能做得快一些。花许杰，你做了20个。对，一口气，尽可能连续的做快。中间不要停啊，中间有停顿的没有意义啊。为什么中间停下就没有意义了？它主要是一种无氧，你要练肌肉的话主要是用一种无氧，你停了以后有氧了就不一定就好了，对肌肉刺激不好。哦，
们在从腹肌开始，第一天做的第一个脚踩地，身体空起来，左右晃，每边15次，一共30次啊。基本都是晃上身，不要晃腿。好，第二项，躺好，腿旋举，手贴头，30次上下，尽可能做的速度快。好，下面同样的动作20次，肘关节尽可能碰到膝盖啊。好，不错，今天节奏间隙时间短一点，节奏加快点，一样每天10次，转体碰到侧面的那个膝盖。尽可能靠上身动，腿不要动。对，注意力在上身，要上身有起伏。好，下面练收腿，单腿啊，单腿每边10次。对，腿放出去了，悬空，不能落地。
好，下面双腿的团身15个。下面单腿双腿配合起来，每样5个。哎，许杰啊，我们大家的锻炼的那些画面你都能看到吗？我都能看到，只要摄像头打开了我都能看到。好了好了，大家别偷懒了。今天这个不在乎做得好不好，在乎自己尽力能尽力多少啊，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做。有问题，感觉手和脚啊配合不了。啊，慢慢多做做，配合就来了。好，下面咱们找做背了啊，先做平板支撑，10秒钟。好，一个腿举起来。胖胖做的特别标准，竹子做的也很好，雕雕做的也特别好。对，另外一个。然后白燕做的也可以嘛。今天要练别的太多了，有点累。不错不错，胖胖做的尤其标准。白燕是镜头的原因。哎，竹子，你怎么起来了？还不到时间啊。这样可以吗？好，来，膝盖顶起来，用膝盖顶起来。一条腿。这样可以吗，汤米？好，很好，很好。哎，雕雕也做的特别标准。嗯。这胖胖、雕雕、白燕都很专业啊。还有竹子，竹子的衣服要再穿专业一点。海伦娜也可以嘛，就是镜头角度不太对。嗯，放下来，换一个。还没有打开视频的人都打开，自己不偷懒。走，以后要加长了啊，要加15秒了就。好，最后一项，躺平。从下面把屁股顶起来。好，一条腿。放下。
你要谁？好，大肚子玩，咱们休息一下，喝点水，休息休息。曲杰。下边在做动作的时候，有些动作你可能做了一下示范，然后一说开始，大家就开始，做就是自己做，你给出时间。这个时候呢，你看着那个画面，那些做的好的朋友，你给表扬表扬，好吧？他们的屏幕上、画面上都写着他们的名字呢，你就直接说谁谁谁做的不错啊。做的不好的就不用。看清楚，因为离的电视比较远。哦，那行，我这边近，那我来说 吧。对，因为我知道谁，就是谁做的和你像，我知道啊。好。其实没有必要，大家尽力就行，这个东西无所谓好坏。哎，我们有个目标嘛。我们休息一下，第二组还是从俯卧撑开始哈。大家中间休息的时候，因为腰啊、腹肌啊可能比较累了、酸了，可以自己相对的拉一拉，这样第二组做的时候就会稍微轻松一点。再讲一遍啊，俯卧撑的时候尽量一口气，尽量快速，尽量把幅度、速度全做出来，中间不要间歇。要是我做累了，喘两口气再做，那个就不好了。就是一直做到你力竭、推不动为止，然后就停。好，咱们开始第二组，从俯卧撑开始。Introducing Microsoft 365, one easy subscription that helps you find more time for what you love. It includes premium office apps, cloud storage, and more. Microsoft 365 is for your personal and family life. Learn more at Microsoft365.com/family. They've been aroun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orchestrating some of history's most controversial.好，来，再从腹肌开始，坐位躺下去，两边30次，尽可能上身都悬空啊，把身体动，
好，来第二种，躺下来腿悬空，三十次不用碰膝盖，尽可能的快。找节奏。好，下面一样的动作，尽可能的膝盖肘关节碰膝盖啊，尽可能要上身动。这个有点像瑜伽的动作，看着那么容易，做起来差的那么远。你的那个腹肌能把你的上半身弯曲的角度能靠近你的膝盖，哎呀，我觉得是离得太远了。做做做做就来了，嗯，这个做不着了。哎呀。我看大家能做到的有几个，大家试一试。试一试。下面交叉交叉碰膝盖，每边十个。找他的节奏，一起一出，找他那个节奏，配合起来就容易一些。上身位置不要太高，上身位置太高的话，就身上身就不动了啊，因为这个主要是动上身的。上身尽量要半躺下去，好了，下面我们先收腿啊，收腿这个基本上是动腿，先做单腿，每边十个。双腿是五个，哎，什么？
下面单双配合，单双配合，怎样？五个，一共是五个。好，下面做背肌，先做平板支撑控。我们现在加长了15秒一次一个。Okay.
休息一下，喝点水。做了以后就会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然后慢慢慢慢突破极限。
Did you know? 来，手往前伸，一点一点爬到另外一条腿去。Three girls, one Keith. I hosted along with my best friends Bridget and Rachel Robinson. I can't believe you're not listening yet. This is okay. I'm sorry. I'm mad, but I'm mad. Okay, I'm fine now. This season we've got Quentin Tarantino, David Byrne, Ronnie Chang, and the great news is you're in the right app to listen. So search for Amy Schumer Presents Three Girls, One Keith and listen for free only on Spotify. 好，再爬回去。Skipping is great. You put one foot in front of the other and then hop about. It's like running, only fun. On Spotify Premium, unlimited skips. That means no more being limited to just 6 an hour. Pick tracks, skip tracks, jump around. It's always worth your premium. Want to try it free for 1 month? 抱着自己大脚趾，肘关节顶着自己小腿，把腰往前拉。This thing right here is letting all the ladies know what guys talk about. You know, the finer things. Check it out. Ooh, that dress so scandalous, and you know another nigga can handle it. 好，一条腿伸直，一个腿交叉过来，肘关节顶着膝盖。对，上身跟腿相向运动。好，再爬回去。Skipping is great. You put one foot in front of the other and then hop about. It's always worth your premium. Want to try it free for 1 month? Tap your fingers to the moon. 好，相同的方向，把腿抱起来。好，换一条腿，交叉过来，肘关节顶膝盖。对，上身跟腿相反的方向去拧。
来。先甩一甩。两个都向前，不是两个都向前这样的，是相对一个向前，一个向后。对，对了。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吧。哎，谢谢教练。哎，教练，你说。俯卧撑做到力竭为止，要连续做，是不是就是这种无氧的健身运动里边的偶尔的这种有氧、有氧的这种？对，你要想对肌肉最大化的刺激，让它长肌肉，就必须得在无氧的状态下刺激它。在有氧的情况下练的是肌耐力。要这么说，谢谢教练。啊，行，大家提问吧。刚才那位朋友，你接着问。没有问题，就是谢谢许教练。不谢不谢。就是说刚才的练俯卧撑一直到力竭为止，这个是属于就是把肌肉练出来是吧？对对对，你要想刺激肌肉的话，在无氧状态还比较好一些。哦，有氧练习的是肌耐力是吗？对。就是那种小力量多次的那种是练耐力是吗？然后那个大力量少次的是练强度是吗？对对，这个跟那个，因为这个基本上也算是一种等重的，因为你体重是基本上就适应了嘛。适应了这种情况，要想在对肌肉最大化的刺激的话，就要快速，然后中间不停，然后就一直做到力竭为止。就模拟那种无氧的那种训练，才能对肌肉产生刺激。谢谢徐教练。对，不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尽管问。谢谢 Tony。我今天刚刚得到一个消息，我一个高中的同学去世了，这才五十出头，也是蛮难过。一个我们年级的一个男同学，
他得的是肺癌，一发现就是晚期了，后来转移了，他妻子给我们说，也是我们的同学，他们两个人是夫妻，他们夫妻是同学，就说还是平常这个身体的锻炼还是要注意，这个对这个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他抽烟吗？具体不太清楚，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女同志也得肺癌，油烟啊那些啊，她不抽烟也有可能。对，我岳父也是得肺癌去世的，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期了。当然了，他那个年代的人就是生活条件不好，抽烟，然后那个肺大泡，所以呢，他那个肺的功能也不差。就像我这种年龄，刚过，我这是知天命之年哈，刚过五十，也在刚过五十两年啊，就我们这个年龄，按说离退休还十几年了，按照我那个母校，我研究生时候读书，你要打羽毛球的话哈。同学们走出宿舍，走出教室，去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的工作五十年。那怎么着也要工作到七十多岁哈，才叫工作五十年。所以大家还是要养成健身的习惯，就像我们许教练一样。你看许教练刚才那个仰卧起坐的时候，他那个胳膊肘碰膝盖啊，然后做了三种不同的动作，然后那个角度。我就看着那个角度，哎呀，真是现在就觉得特别优美啊！那个角度，那自己呢，就是在地上就那个就是身子板起不来，就顶不到胳膊肘，就顶不到膝盖。我看见有一个朋友叫云锻炼哈，你还在吗哈？那个我看到云锻炼的那个画面，他跟我就挺像的。当然了，他比我努力，他是真的认认真真的在做动作。我是做两三个动作做不到，我就放弃了。他和我很像，就是我们的身体身子板儿就几乎离不开地面。可是看许杰呢，他那角度就是三十度，接近四十五度的那种，然后呢碰膝盖就碰得特别的轻松。所以就像练瑜伽一样，有时候这个动作看得特别特别简单，可能背后可能是长期的训练，长期的习惯。嗯，我这个嘛，因为小时候做运动员嘛，做了那么多年，有个基础在那儿。咱们没有当过运动员的，从现在半路开始练的话，现在就是贵在坚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难看，要挣扎，挣扎的越多，它效果就越好，然后进步就越快。其实就这么简单。无聊的时候在练这些东西也是挣扎，教练拿个拖鞋，拿个皮鞭在皮鞭在边上，你不挣扎也得挣扎，逼出来。我现在就缺一个这样的人啊！哎，同学们，你们别笑啊！我告诉你们的老公和你们的夫人，拿着鞭子在旁边抽你们啊！那就不练了。这是完全用中国式教育了哟。这个东西只要，这个东西只要你自己力所能及，做到极限就可以了。对对，但咱们很简单嘛，基本上都是自我要求了，就是自己能拼多少拼多少。对对，但是你的目标如果是许教练的这种，那真的要给自己，哎呀。要有点压力哈，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且要有点目标。嗯，这真是许教练说的挺好的，看那个视频吧，可以纠正一下大家的动作，没有必要去竞争，我觉得尽力就没有必要竞争。这是海莲娜的一贯的，你不说我都知道。他玩什么除了工作以外他什么都是玩票。就尽可能把自己做的标准化，做的幅度尽可能做大，尽自己的努力就行了。我觉得这开视频的时候如果能帮看看动作的准确性，那就是挺好的。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上节课许教练就是撑住地，就像俯卧撑一样撑住地，然后两个腿交替的向前交替的就是往后蹬哈。我是看那个视频，我就看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因为他那个是用动画。那个是 mountain climb，就是用动画演示的，但是许杰演示的就一下就看明白了。是啊，就像海琳娜说的，这个演示一下还是真的很管用的。Mountain climbing。对 ，mountain climb。啊，对对 ，mountain 啊，那个动作的名字是吗？对，动作名字叫 mountain climbing。对。哦。哎，说话的这位男士是谁啊？云锻炼吗？对，云锻炼说的。哦。Jerry 说的，雕雕说的。
你们还都是挺内行的啊，我也是爱好者，嗯，哎呀，现在离今天还有八天啊，咱们求乎其上，得乎其中吧，啊。那明天晚上提前一个小时见。啊，好，明天晚上八点，山地时间八点，嗯。好的，谢谢，谢谢Tony。好，再见。好，再见，谢谢徐教练，晚安。谢谢，再见。谢谢徐教练，拜拜。谢谢，拜拜。